新疆炒米粉。这是羊肉炒的。他家发六盒啊，姐妹们，真的比外卖都好吃。猜猜这是啥？炖脱骨了，我用刘老根那个黄豆酱焖的。这个酱真上味儿。
螺蛳粉，好日方螺蛳粉，咱们没有活动啊。然后官方今年最后一次补贴，哎呀，到手的话是33.9，然后发9包。这个螺蛳粉吃了好长时间了，2年了吧？哎，吸满汤汁的炸弹，来个封面。上面更香特别浓郁。